也是你在八中的第五年了，也可以说是八中陪伴了你的成长。那么在2016年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，有什么祝福想要对老师和同学们说的吗？好，就是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祝大家学业有成，祝老师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最后也祝八中越来越好。谢谢谢谢。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哪一首曲目呢？接下来带来一首我们自己的《样》。哦，《样》这首歌我听过啊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，用灿烂的时光演绎不一样的光。我相信呢，这也是我王俊凯同学对我们同学们的祝福。那么接下来舞台就交给他了。我怎么会变成
谢谢。